18年的最后一天，备受瞩目的拳王梅威瑟与日本搏击天才天心的对决在日本著名的埼玉竞技场开战了。梅威瑟一个回合便三次击倒天心，不到三分钟赚到了9600万人民币的出场费，其挣钱速度堪比与康纳的跨界大战。99年出生的天心，目前职业战绩27战全胜，有21次 KO 对手。士气正旺的天心选择重金跨界挑战不败战将梅威瑟，本场比赛还是在拳击的规则下举行。其中，如果双方在比赛中使用腿功，将面临3400万元的巨额罚款。开场1分钟，梅威瑟就在一次攻击中将对手击倒。这个日本天才格斗小将毕竟还是小孩啊，还是不经打。梅威瑟在天心起身后，再度发起重拳攻击，接连3次击倒对手。天心难以继续应战，选择了放弃比赛。3分钟轻松赚走9600万的梅威瑟，高兴地跳起了舞。而输了比赛又腾钱的日本天才却在一旁失声痛哭，不知看到这样结果的日本拳迷会是什么反应呢？